高啊，连手底下一个奴才的剑法都这么好，陆大侠福气不小啊。黑无常，玄名叫黑白无常，从来形影不离。你既已现身，他又何必躲躲藏藏呢？明明在你身后站半天了，是你懒得看人家吗？你出手太重了，他还什么都没说呢。用不着，既然陆吉在宇宙城，那他主子肯定也在这儿。我们走。轩儿，别玩了，吃完我们还要上路呢。哎哎哎，臭要饭的，你往哪儿闯啊？这是饭馆，吃饭的所在，不是粥厂，不是庙，伸脚就敢往里迈呀你！你大胆！星云，小哥，行个方便，来两碗阳春面，我们不是讨饭的。哎，去去去去去，门口坐着，别乱跑啊！瞅你脏了吧唧的样，倒霉，青天白日的怎么钻出来这么两位？阳春面两碗。奴才，狗眼看人低。祖宗哎，龙游浅水，虎落平阳，你少说两句吧。哼。爹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还说没什么，眉毛都拧到一起了。爹只是忽然想到你吉叔了。陆吉叔叔，无缘无故你想他干嘛呀？阳春面两碗，四文钱。你看这四文钱，恕不赊账，有钱吃面，没钱滚蛋。你，哎，这位小哥，有话好说，何必出口伤人呢？不就是差了一文钱吗？你就让他们把面吃完吧。大侠，真是多谢了。好，不必客气，坐。哎，吃吧。以后别这样好不好？人家看着呢。那有什么，你忘了我怎么教你的？人有失足，马有失蹄，大意失荆州，马虎失街亭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哎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可万一真的有毒，你死了还有谁来照顾我呀？哎，真能摆谱，下毒只怕毒药都比你的命值钱。看看看，看我能当饭吃啊！哼，行。啊，这位老哥，我能看看你的钱袋吗？这，爹，这不是吉叔的。行。我就开门见山了，这东西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哦，你别怕，我只想知道这钱袋主人的下落。我是捡来的。捡自何处？城北石桥。桥上当时还有何人？没
没。小偷，玄儿。爹，一定是他们偷了吉叔的钱。玄儿，你说谁是小偷？说的就是你。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？这钱袋是我吉叔叔的，你们要不是小偷，这东西怎么会在你们手里？我们是在路上捡的。啊，你真是好运气啊。反正我们不是贼。鬼才知道你是不是贼。我哼，海量约贼，借货约盗，自古偷盗必是严刑，我们就算终生刑期，也绝不行盗贼之事。你爹，他刚才约来约去的什么意思啊？星云呐，你这又从哪里下听来的？什么越贼越盗的，净瞎说！你们看上去不像是本地人。中原连年打仗，实在没活路，这才逃难至此，不提也罢。哎，玄儿，我们走吧。这钱袋乃是我家下人随身之物，我收回了。这些银两，你们主仆二人拿去度日吧。我们不是。不必多言，就此告别。玄儿，我们走。哼，你在想什么？星云呐，我一直觉得那个图案有些眼熟啊。图案？什么图案？钱袋上那个。那图案有什么特别吗？我年轻的时候也曾闯荡江湖，后来犯下案子，走投无路才……这件事儿你都说了好几遍了，你还是直接说那图案的事儿。我曾经听说过那个图案，他说那人是他家的下人。这么说，玄明教在找的应该就是他。玄明教？你说的是早上的那些坏人吗？他们为什么要找这位大叔呢？如果他真是陆有杰的话，那玄明教找他只有一个目的。龙泉。龙泉？什么龙泉？真的以为我能闭目不言，早已远离世俗尘缘。真的相信我已超人，可将一切烦恼化青烟。未想过前世今生的界限，竟是如此难以分辨。从未念过我赴轮回的记忆，在滚滚红尘
你们出来吧。我有一事相求，请陆大侠一定答应我，否则。活下去，陆大侠，听说你的手里有一把宝剑，能不能让我？黑白无常。